是最爱绿色大自然的小绿姐姐。在玩游戏之前，我们要先让身体动一动哦。跟着我们动一动，动动身体好开心。现在就跟着小绿姐姐一起动一动吧。头往旁边，岸边，脖子要拉长哦，好舒服哦。转圈，头要慢慢的转哦，再转回来。好，手手往旁边，腰要拉长哦，岸边，好舒服哦。做完运动好舒服哦，小朋友现在有没有充满活力了呢？那现在我们就跟着萌萌一起玩玩乐吧。萌萌动动脑，今天好开心哦，亮亮、点点、小蜜都要到家里玩，妈妈准备了好多糖果，可是该怎么分，每人才能分到一样多的糖果呢？小朋友可不可以帮萌萌一起想一想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里有四颗糖果，有四个小朋友，应该要怎么分呢？没错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人可以分到一颗糖果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有八块巧克力糖，这又要怎么分呢？对了，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人可以分到两块巧克力糖。小朋友，你们都好棒哦！这样大家都有一样的糖果可以吃了。吃完糖果，准备要来玩游戏喽。来玩游戏咯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玩好玩的数字游戏。小朋友，有没有看到前面有好多数字？你们可不可以念给姐姐听？从一开始哦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姐姐现在要出题了，姐姐会讲三个数字，小朋友要按照顺序跳哦。我们首先请植君，一、二、六。哇，要照姐姐念的数字跳，除了要认得数字，脚力和控制身体的方向能力也要很好，加油！一、四、八，好棒哦！好，换演员，二、五、七。妍妍好棒，换晨晨，一五七，一五天哪！好，姐姐现在要出比较难的题目喽。姐姐会讲四个数字，小朋友要把两只脚、两只手放在正确的位置，变成变形虫哦。植君变形虫，我是变形虫。变形密码一五六七。哇，子君好棒！好，去排队。Connie 变形虫，变变变，我是变形虫。变形密码一二四八，一二四八。哇 ，Connie 好棒哦！换演员，演员变形虫，变变变，我是变形虫。变形密码二三五八。手手是五跟八，五八，好棒！演员挑战成功。好，晨晨变形虫，变变变，我是变形虫。变形密码一二七八，一二
变形虫的游戏也不简单呢。小朋友的手手和脚脚要放在正确的位置上，专注力和体力都很重要哦。哇，子君好厉害，挑战成功，换 Conny。Conny 变形虫，宝贝总动员。宝贝总动员，今天邀请到的小明星是谁？小布星星。小布星星今年几岁？三岁。好，那你今天要表演什么？数数。数数，好，请开始。一只手指头变成毛毛虫，两只手指头变成小白兔，三只手指头变成小花猫，四只手指头学学螃蟹走，五只手指头变成拍拍手，六只手指头变成打电话，七只手指头变成三角形，八只手指头变成神家手，九只手指头变成小狗狗，十只手指头变成小鸟飞，小鸟飞。小布星星好厉害，谁教你的？妈妈。妈妈教你的。那表演完要说什么？谢谢。拜拜。学到好多东西，和好朋友一起学习玩耍是最快乐的事情了。每天跟着猫猫玩玩乐，好朋友一起玩最快乐。不害羞，主动打招呼，随时都可以交到好朋友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跳这首《喜欢喜欢做朋友》。我们下次还要继续一起玩呢。